感受生活，品味文化，这里是文化十分。大家好，我是殷琦。今天的节目里，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。作为北京的标志性文化品牌活动，持续了三个多月的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日前正式收官。此次消费季包括了艺术京城大戏看北京、影视京城一起看电影、书香京城全民阅读会、鱼游京城打卡、文创京城国潮等品牌周及主题活动，持续拉动京城文化消费市场提质升级。自九月份以来，31298场线上线下促文化消费活动成功举办，累计线上线下参与人次达到18.46亿。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新形势下，线上文化服务和文化消费成为了新主流。在北京王府井书店，一场图书特色主题活动正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。书单推荐人、图书平台及出版行业人士齐聚现场，联袂发布汇集300本好书的全民阅读会名家书单，涵盖了诗歌、小说、纪实文学、传记、杂文、历史、哲学、社会学、技术、艺术、儿童读物、红色书籍等多种文学形式，为市民们提供个性化的读书指导。希望他能够通过这个推荐能够去走进书啊，阅读书，最后能够化为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部分。像那个从走，就是一位记者，他从走了当年西南联大的那条路，然后通过从走过程中来探索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这个交汇啊，这都是我觉得特别对打开这种眼界，在写作阅读思考方面能够有新的启发的这些书，我推荐给大家。看这些书单嘛，就也帮助给我了一些就是一些方向吧，就让我有更明确自己喜欢看什么书。因为本身现在平时能阅读的时间就很少，也是希望能够有真的好书看到，而不是说漫无目的的去找。这里是中国书店最多的城市，每天一家可以逛上5年。作为中国书店最多的城市，截至2021年8月，北京的实体书店已达2055家，特色书店超过200家。为了让书店在承载民众阅读需求的同时，与城市之间产生更多的良性互动，书香北京全民阅读会品牌周联合高德地图发布北京特色书店地图，�搜索关键词就可以查看80余家京城特色书店。同时主办方还携手北京时间 APP 搭建邂逅北京特色书店专区，以短视频图文的方式对地图中的北京特色书店进行集中展示。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实实在在的这种好的实体书店推荐给消费者，让大家打开自己的这种眼界和未来的文化消费的这种视野。我们有特色书店地图，我们也有看展地图、戏院地图，就是说我们按图索骥就可以去找到一些全新的文化消费生活的方式。看大戏，赏大剧，阅读别人的故事，品味自己的人生。作为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重头单元，艺术京城大戏看北京品牌周推出大戏推荐榜单，涵盖了传统戏曲、精品话剧、红色剧目、儿童剧、音乐剧、沉浸戏剧等各类表演形式，共计100余部优秀剧目。艺术京城大戏看北京品牌周原定推出的14部大戏，因为疫情的原因不得不按下暂停键。主办方提前策划启动了备用方案，将线下演出调整为线上的云端剧场、戏曲导赏和幕后探班直播，同时还开展日播8小时的戏剧体验日直播活动，打卡京城首家京剧体验馆，探访北方昆曲剧院。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去真正的了解戏剧，然后走进戏剧，然后激发出大家热爱戏剧的这个兴趣。等到疫情过后方便走进剧院剧场的时候，大家真正的可以去剧院剧场去感受舞台的这个魅力。京城的主题叫做影视京城一起看电影品牌周，收录了红色电影、聚焦现实、青春时光和文艺品质等11个主题类别的400部影视佳作，推出名家电影片单，还联合北京30余家大型院线、特色电影院推出一系列惠民观影活动。鱼游京城品牌周同样特别策划推出了文化游北京系列直播活动，由特邀主持人携手多位专家、学者、旅游达人在线游京城，挖掘出一条条特色线路，让观众足不出户重温老北京，细品新北京。
消费界就是搭这个平台，让更多的让一些产品和服务，让更多的市民和老百姓能够知道。据统计，本届消费季首次参与企业100余家，活动总体成效显著，直接消费金额89.5亿元，较上届增长10.2亿元。线上活动共计24219场，较往年大幅增长。线上浏览量18.32亿人次，线上文化消费62.73亿元。联合书店、演出机构、影剧院等推出精品文化活动，推出线上线下融合，发布北京文化消费品牌榜、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，不仅为老百姓提供了优质的文化消费指南，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，同时也带动了文化产业的提质升级，促进了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。对于文化消费季来讲，它要干什么？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桥梁。很简单，一头是市场，是我们的文创园，是我们的展览，是我们的演出、电影院等等；一头是消费者。消费季就是要达到把消费者和我们的市场连接起来，需要完成的就是三个任务。我们把好的这些文化消费的产品、场所推荐给消费者，我们把真正的实惠给消费者，我们给消费者一些消费的指引和指导。真正的在这里面，第一，我拿到了信息。第二，我参与了好的活动；第三，我想到了实惠。月月有亮点，周周有惊喜。走过9年的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，通过更加有特色的活动和贴心的服务，引领着北京市民的文化消费选择。它已经不仅仅是首都市民消费活动的聚合平台，更是一个释放文化资源价值、激发市场消费活力的综合性服务平台。而让文化消费更加亲民、便民、惠民、利民，是消费季不变的宗旨。日前，一场名为《山河颂》的大型书画义卖展在北京奥家美术馆开幕。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校长杨波将自己收藏创作的20000幅书画佳作倾囊捐出，其中不乏欧阳中石、苏轼树、何家英等名家联袂创作的作品。义卖所得资金将全部投入学校校园建设及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。此次义卖的作品以山水画为主，其中包含了沈鹏、张海、苏轼树、冯远、王明明、李翔、杨小阳、王乃壮、陈希卫、赵刚等画家以及杨波的书法作品。其中万里长江、庐山千岩竞秀等10几幅3米乘10米的巨幅作品备受瞩目。为支持杨波公益办学，许多画家捐赠画作以义助学。杨波院长呢，他这个事迹呢，使我很受感动啊。作为一个画家呢，我只能呢，就是说，把我心中的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啊，创作出来。一方面呢，陶冶这些学子们的情怀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办一点实事，啊，使他的这个教学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帮助和社会上的认可。是，教育全民都应该关注和重视这件事情。我们艺术家们应该，去投入这项事业当中去。他自己哪怕不办学，他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支持办学啊。这个我觉得是义不容辞的一件事情。从1988年捐资助学至今33年，杨波资助的贫困子弟遍布全国17个省、700多个县、1300多个村，培养资助和减免贫困子弟学费20000余人次，其中许多贫困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。今年，他又资助了8个革命老区的8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，为他们提供高中阶段的学费以及生活费。虽然我们全面脱贫了，但是呢，加强乡村振兴建设，人人都有责任，是吧？还是有贫困子弟的，而且还是很多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我们大家多来关爱贫困子弟，关心贫困子弟的成长，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，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我觉得这个意义很重大。这样办学哈，公益办学才是利国利民。20多岁时，杨波就立下了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资助10万名贫困学生的誓言。在他的帮助下，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都学有所成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，支援当地的建设和发展，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。而这正是教育传递梦想、播种希望的意义所在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。